100多斤鱼啊，弄个100多斤，满满一袋子。100多斤网啊，看一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刚子啊，今天又来黄河边了。黄河边捞水了，捞下这么一块去，1米多的水捞下去了。然后咱从这个夹沟里面再用咱那个拖网拖一次啊，从上次用了这个网没用。咱这个网啊，好多朋友给我评论，说是我用的不对。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用的不对啊，是吧？都说不对。然后我又去咨询了一下懂这个网的，也问了问老大爷，他说就是这么用。为啥这么用呢？我让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网。哎，我这个网，哎呀，下边这块太沉了，看到吧？带兜子，下边啊带轿子，带兜，旋网一个，就跟旋网是完全一样的。下边带啥呢？就这样一个斗，看到吧？我就只需要拽着上面走，然后呢鱼呢就直接斗到这个斗里去了，对吧？就全都斗到这个斗里去了。你如果说是上面下边一块拽着的话，那个斗就飘起来了，它就不着地儿了。不着地儿的话，那鱼就跑了。所以说还是只能拽上边，拽上边那么拖着走，那鱼就全部进斗了啊。好，咱开始下了。一会儿大爷可能来啊，跟咱一块儿拖。对对对，一会儿大爷穿叉子去了，穿叉子一块儿，我们大伙儿弄。哎，他知道鱼从哪里啊？对，来吧，开始了啊，拽过去。今天的风啊，略微的还是有些大。就这样一直拖，我们拖到那边那个蓝房子那边，拖到蓝房子那边肯定中大货。中鱼了啊，中鱼了啊，真是中鱼了嘞！好，几啊？还几鱼？半十了。俩吧。啊。我只看见了一个。大爷来了。拿不出来，要不拖着他？拖着吧。大爷过去和刚子一块拖了啊。天都冻冻了，大月都变长冰了。哎呦，两个人齐心合力就是牛啊！这次今天要搬大鱼了，因为大爷下手了。好，上肩膀了。有大爷在就是牛啊，上双肩厉害啊。很快我们就走到那边去了啊，看咱这一端好像是中鱼了，有动静在动啊。上岸了，全过来了，看一下啊，我们放下了，应该是有鱼啊。哎、怎么样？感受如何？失色了，跑太远了，跑了有几里地的。我和大爷两个人拖着，我不使劲，他走不动啊。这里边有鱼了，这里边绝对有鱼啊！刚扔的。刚才我蹬的时候，这里很噔噔的。啊。咱开始收一下啊！快收吧，整点固定吧哈。大家都能收着。用固定吧。啊？整点用固定吧。这边需要固定吧？那边抬着还有一个在抬着，不管你抬。啊。这网就是这么用是吧？哎。又分丝，他说也在拉住底下。哎。我说，他这个带兜的，是不是不用拉底下哈？带兜兜，那十个鱼拉到有也是都带兜啊，没兜兜。那底下需要拉吗？一拉那不飘起来了？照着这四个棍儿啊，那个棍儿戳在地下，啊，和这个网一样长，那么拉。
哦哦，那么着。哎，有棍子。嗯，拴个棍子哈。哎，这么着。哦，那但是也得找地儿啊。啊，找地儿，那棍子找地儿就行了。啊。那我拉说，抓着棍子还轻点了。哎，有鱼。有。进好了，进，慢慢进。哎，有个。啊，这是刚从那头那一个。嗯。先拖哪边？哈哈。哎，有有有。哎，跑了。摸。没得网了，快上去。咱要跑鱼呢，那你别连接接呗。你还有，要跑了，跑鱼吧，跑鱼哈，太轻了是吧？流啊！这个都整个就卷在里边了哈。哎，整个卷了。哦，那边有吗？这个三条啊。一大网能翻多少呢？都是鲫鱼。鲫鱼，鲫鱼不小。哦，这个鲫鱼大。这捞好，再好吃它。这个大，这一开始那一个大的。啊！我操，这个大。啊嗯，啊鲫鱼，野生的，这么长，那么细啊。对。哦，又上来一条。哇，这条大。啊，这个塞的网兜呢，这是那个最开始那一个，跟那个差不多大，嗯，就这么大的就行啊。对，这么大就十来个就行，七八个就能蹲一锅。嗯，对，有七八个。这个鲫鱼挺好，挺漂亮。嗯，好吃，挑白的。色的哈，色。咱这个网啊，只拿大点的鱼，小的拿不住啊，因为网有点大。这是什么网呀？这是二只呀，三只。嗯，再上这边拖一网。好。哦，听大爷没有错。哎，他在这边拖了，你拉溜了，他在这就窜了。嗯。再这那一个。中间再加一个哈。加一个，咱拉一网接着，一回去再拉下来又是点，接接它。就是把那个胶那个豆嘞再挤密点哈，在这转转这，转着反正再挤的，嗯，上去东西一拖溜的它都窜了去，嗯，明白的你弄不着大鱼，嗯，那再加胶子吗？哎，你不加胶子就加绳，加加个绳，加绳，加胶子好，加绳子呗。你原来拖开打着，用这网也是这种啊？也是这块网线，嗯。也是那饺子米，啊，饺子也米是那啥呢？网也大，哎，网多大？这也是，那网三倍大米的。再算一下。拖那时候是拖刀鱼是吧？哎，拖刀鱼。拖多几千斤啊？一上来就。你要拖三倍多斤。啊，三倍多斤。一网三倍多斤，刮西南风就逮的多。嗯。在这里，你应该去。啊。你应该去上那边拖，再回再上这边上，还是这个？这个网饺子上得上这边走，嗯，是吧？那就转那边。啊，转的走，上那，上西南走。嗯，走。那再转到那个哪里拉上来？嗯，就有鱼。好的，在鲤鱼呢。那边深了哈。开始了啊！第二网拖大鲤鱼了。为啥说拖大鲤鱼了？因为那边就深了，深水里才有鲤鱼。看这鲫鱼啊，大鲫鱼都是。分罐子，一个人一个罐子啊，保证安全。厉害了，开始了。看了，到那边不敢下了，那边再往那边就非常的深了。终于了，交出来了。得了。你上个手吧，收。嗯。收在下头，都在这边踩着那脚，过年放在水里。收。
洗澡。走。还有看到吗？有啊。我说，你上次几人家都来了？啊。快点来来来！啊，中了啊！刚才你没有用，你看吧。我就看这个饺子上了。我天！哎呀，这跑了！我有个，我操，还有个黄的。啊！哎呀，还有个黄的。哎呀，挂掉这盖了。掉这盖了。挂那个鲤鱼。挂这盖，挂这盖。哎呀！我操！我去也好，来挂枪子。我操！太本事了，鲤鱼好，哎呀，我去，拿一个鲤鱼，咱来盖的，哎呀，鲤鱼，我天，快快，这边没有了，放来了是吧？哎、那波上那边拖的来，我们看这玩意儿，咋也收过来了？嗯，还有人这个家伙，我天，这鲤鱼噔噔的呀，噔噔的撞啊，嗯，想走想走，快弄上来，哎呀，啊是，啊是了，掐住它掐住。啊，我去，这么大了，没事了。最后八斤了啊！最后八斤啊！哎呦，这好，太强了，这厉害了。这两网行了啊，这网比那网强。有癌症的吃了大脖子呀！啊，厉害了。等长点，再看那个。鲤鱼是野生的。野生的。等等的。我去，呦，这从哪蹭了？在底下再蹭，底下停。夹开大概我走，哇，很等等的了这个。我们抓住了啊！我天，太可以了，办事啊！办事了，十网九空，我不是打鱼的老公啊。嗯。办事。还是打野厉害啊！嗯。打野，说哪有鱼，他还就是哪有鱼啊。对。因为大爷从那边钓着鱼了，因为从那个地方咱就结束了，就上岸了和大爷。嗯嗯，弄一个甲鱼，一个鲤鱼嘞。我操，焦黄野生的。嗯嗯，好嘞，拿着吧。哎呀，给他拜拜。